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候选人落败，国际组织是否正成为美中角力的新战线。中国绿卡拟议新规引发怒潮，民众怒的是什么？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讨论中呢，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讨论。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好，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观众朋友，联合国下属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星期三宣布选出新的总干事，美国支持的新加坡候选人邓洪森当选，打败中国力挺的候选人王冰颖。这个一般人不会关心的新闻，却因为选举过程中美中两国公开角力而被广泛的关注。早在2月份，美国就发动舆论攻势，披露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的规模。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表示，如果让中国领导该组织将是巨大的错误。知识产权组织前副总干事普利更形容，中国候选人当选将无异于让狐狸看守鸡群。那么美国为何如此在意由谁来领导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中两国在国际机构的竞争是否正成为双方角力的新战线？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杨建立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重要性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美国如此在意？由谁来担任这个总干事？好，首先知识产权组织是联合国的一个专门组织。它呢是这个没有任何太重要的决策功能，它基本上是一个全球服务性的一个组织。它服务哪些内容呢？就是说你如果有专利要申请，在那儿备案以后，它帮助你协调各个国家的这个专利的申请，然后协调各个国家专利保护的制度。那同时呢，所有这个专利取得这个专利的信息都在那里这个保存，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信息服务然后协调的这么一个机构。那这个机构它没有很大的决策权，也没有立法权，更没有执行权啊，就是说你违反了这个违反了这个侵害了知识产权，是不是会有执法权利？都没有执法权利。它为什么那么重要呢？重要的是信息，那里面有很多已经生产专利的一些信息，以及每年有25万等待申请专利的这个信息。这个是可以说是代表着未来整个经济技术发展的一个前沿的一些信息在这里边。那中国呢，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是人人都知的事实。而且这个他这种行为不仅仅是中国，你看到满大街上都是盗版的低端产品，对，而且他这个高科技的方面呢，在全世界的间谍行为啊，已经普遍的展开，臭名昭著。中美贸易战中，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强迫技术转让的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虽然中国政府承诺要在方面改善，但也没看出实际的行动，也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总干事有中国政府控制的一个人在那担任，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对非常重要的信息有个直接的途径可以渠道取得。那么中国把技术的发展看作是未来国际竞争的最主要的领域，也是这个经济的一个最主要的发动机。在这方面和美国有非常大的竞争。对，所以美国和中国正在这个进行非常在意这个非常在意技术战。对，所以说当然这个不光美国，还有其他的这个国家都非常在意。对，好的。胡星斗先生，我们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前副总干事普利他说这个事情的问题不在于王冰颖，就是中国这个候选人适任与否，而是在于世界对中国的信任。他说尤其是中国呢，已经宣布把获得技术和知识产权作为国家战略目标，他说你不会信任狐狸去看守鸡群。我想听听您从一个中国的角度，您对这个说法您是怎么看的？他这个讲话他们我认为还是有点
偏颇。中国，建立专利法时间就比较晚，1985年吧。当然，相对于西方没有那么完善。西方在100多年前吧，在1883年就有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也就是说，中国建立专利法，比西方可以说落后，10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这个专利、这个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呢，的确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中国现在专利数量也是居世界第一，当然，这些专利这个质量是参差不齐的啊。中国的这个 PCT 的专利，也就是国际专利数，是世界第二，啊，这些年呢，中国的这个营商环境应当说还是改善不少，我个人也感觉到这样。比如说这个世界银行它公布的中国的这个营商环境提升到了第31位，这个还有就是这个 WIPO 的这个世界产权知识产权组织它公布的中国的这个创新指数啊，也在世界上是第十四位，嗯，第14位。中国的研发经费呢，在世界上是稳居第二，也就是说，中国过去可能是存在着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那样的一些问题，就像50、60年代，日本、韩国也存在着大量的盗窃知识产权的问题，那是在发展初期的所存在的问题，但是中国这一些年，我感觉到它是在不断的规范。尽管我们的这个法律制度出台比较晚，甚至有的可能是在西方国家的逼迫下，比如说加入 WTO， 迫使中国要完善这个专利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但是好在这一切都已经开始，而且呢在逐渐的完善。嗯，好的。陈伯文先生，我想从刚才我们引用这个前副总干事普利的这个说法呢，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是西方国家对于中国领导国际组织的担忧呢，并不是说反对中国人而反对，而是说他们知道在中国的体制下，这些人必须服从中国的政策，他最终效忠的是党国。那么就是说，在这个专利的这个争议下，也是知道跟这个要获得新的技术是中国的一个国策，所以他们对中国这个候选人呢存在一定的质疑或者不信任。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是什么。不信任这是首要的因素，因为在各国83个成员国，他们在竞争中，中国开始说有40到43个铁票，最后的选举是大出中国所料，是55比28，就是多数国家选择新加坡候选人邓洪森，而不是中国的候选人王冰颖。这里面就是信任危机。这信任危机我想基于3方面，一个是中国是盗窃知识产权的大户，是首屈一指的，这跟刚才胡教授讲到的韩国或者其他时代数量级完全不能相比。另外第二，正如刚才胡教授讲的，中国起步晚了100年，你晚了100年，你就应该向世界学习，而现在你如果当总干事等于领导世界。所以第三，这个是知识产权刚才建立也讲到了，里边每年的申请是25万项，另外储存是4300多万项，而中共对这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里面储存的知识专利可以说是垂涎欲滴，这个一直积郁之心已久。那么原先在2013、2014想成立上海办事处、北京办事处的时候，居然瞒过了副干事，就直接跟总干事商量，以至于副干事说只是在中国报纸上才读到说要成立北京和上海的办公室，上海办公室失败，但北京办公室成功，也就说明中共历来一开始就在世界经济知识产权组织里搞这个黑箱操作幕后交易，而不是拿到台面上。说这次是美国是强力阻手，阻止了中共再次夺取国际组织这个总干事的地位。我想这个完全符合当前世界的一个。好的，那么我们再听听上海的一位唐先生，他希望能够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接下来我想请杨建立先生谈谈在中间美国是怎么运作来击败中国这个候选人，但是先听听上海唐先生的意见。上海唐先生您好。上海唐先生您好。行，你好。请发表您的看法。美国股市的飞流
飞流直下和这个疫情扩散，我相信中美角力很快就会被中美合作所代替。特别是这个俄土战争啊，让中美都看到了用代理人战争再次拖垮普京，让俄罗斯解体的这个巨大的地缘政治利益的话，川普总统啊，要保住他自己的连任之路的话，那么未来和中国合作一起支持土耳其啊，这和俄罗斯打仗的话，那才是他的最大的利益，他可以找回新的敌人啊。嗯，好的，谢谢您。我想杨建立先生，刚才我们陈伯鸿先生提到，就是在选举前一天，当时大家都还不知道这个胜负是怎么样，而且当时中国这个选举人候选人王冰颖已经有很多的票数是铁票了。嗯，那么这个美国的公关是怎么运作？介绍一下这个过程。啊，首先呢，美国呢对于联合国的组织很不在意，比如说像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他已经都离开了。嗯，啊，他很不在意，无所谓的。啊，甚至有很多人都倡导离开联合国就算了。对对，为什么对这个世界这个知识产权组织这么在意？ 是因为直接涉及到美国的这个利益，它的财富转移的问题。对啊，有人这个评估了一下，说这个中国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财富转移。嗯啊，好，这个组织啊，和其他的这个联合国组织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经费来源。它的经费来源基本上是独立的，嗯，是这个申请者交费、交纳服务费，所以它经费非常充足。在这一方面，就使得这个组织在这个组织本身就经济上独立，受这个金钱的影响就会比其他的联合国的组织要小一些，比如说教科文组织，那个中国的影响力非常大，因为天天在那使钱，在这个地方使钱的效率就比较，效果就会差一些。另外，这个知识产权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各个国家的非常根本的利益。中国呢，它是把这个技术发展、技术高科技的发展看作是这个国家的战略，而是既定的战略，和美国还有其他的发达国家都有强烈的竞争，而且直接是到各个国家进行盗窃。虽然他通过了知识产权保护法，也是承诺做很多的改善，但是政府所主导的上各个国家盗窃知识产权，这个是没有这个，只有是在贸易战以后被公开的提出来，公开的这个反制，可能受到了一些行为上的不方便，但是这个策略是存在的。是不是改变？我相信改变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美国要游说其他国家实际上是不困难的，因为涉及到每个国家的利益，他只要小于利益，他就明白了中国在这个方面使钱又不是太方便。而且这里边呢，他是83个国家投票，不是193个，虽然他成员国是193个，83个国家呢是叫投票权，他投票，他不是叫推荐委员会。嗯，我给你83个这个国家组成的，83个国家组成呢，相当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嗯，就是它涉及到自己的这个技术保护的问题，所以美国在这方面的游说并不是很困难。嗯，好的，我想听听这个胡信斗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在这个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2月底。在《金融时报》就发表评论，他当时为了游说不让这个中国的候选人当选，他就说，他说现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中有4个是由中国人领导，如果再加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于1/3的联合国专门机构都是由中国来管了。那么相比之下，他说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领导的组织超过1个以上。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是不是显示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到了一个让外界担忧的程度？听听您的分析。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有很多的机构担任领导人，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我认为啊，咱们也不必要太重视啊这次这个总干事的选举的结果。嗯，这个蓬皮奥、像纳瓦罗、博尔顿都表态反对中国候选人，这个事情本身就不同寻常。这表明中美关系全面的逆转，也就是这个对这个中共进行遏制吧，这个才是需要重视的。嗯，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到金融战，实际上现在是外交战。这个外交战既包括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美国的反对，也包括前几天出台的台北法案啊。这台北法案中第一次使用这个 nation 这个词啊，国家这个词来描述它这个台北。嗯啊，
也就是说这个中美关系这样的一种恶化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啊。我这个前几天我看这个中央电视台那个 CGTN 中还说这个 we are 这个 Chinese 这种 political system 啊，这个 prevail， 说中国的政治制度会不会在全世界流行？我认为中国这样来宣传其实是得不偿失的，是非常不明智的。中国在这个时候啊，实际上还是应当专注于国内的事，先发展自己。就像美国啊，在这个1894年呢、啊，它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之前，其他一直是抱着那种门罗主义啊，或者是那种关门主义啊，那种独善其身，注重内部发展。他很晚才参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去对德国作战，很晚才参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去。他一般他都不愿介入，但是他用很大的精力来发展自己，比如说从1900年到1917年的社会进步运动，这个就对美国日后的进一步发展和长治久安打下了基础。好，胡先生，中国打下基础。谢谢您的这个观点。那么我想听听陈伯文先生的看法。对于纳瓦罗这个说法，就是觉得中国在国际组织里面已经担任太多的这领导人，已经跟这个国际社会的惯例不太符合。我想听听陈伯文先生是怎么看这个问题。联合国有4-5个国际组织，现在中共已经夺取了1/3，他夺取的手法不是靠这个公平的竞争或者竞选，而是靠贿赂、靠腐败、靠拉拢、靠所谓亚非拉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这个国家数来凑这个票数。他剽窃之后他夺取这些组织干了什么事情呢？他夺取了像世界粮农组织、世界工业组织、世界电信联盟，还有这个世界民航组织。像他夺取了世界民航组织，干了一件事，就是把台湾排除在外，而且台湾仅仅是通过有自己的网站和社交媒体来发布跟国际航空有关的信息，都被居于国际航空组织里面的中国的这些官员所排斥，甚至把这个他的社交媒体删除。这就是一个用中国的政治力，用中国的政治来代替国际政治，用中国内部的规则来改变国际规则。而他不仅夺取了这些位置，还支配了世界卫生组织。而支配了世界卫生组织呢，中国政府在国内是推迟预警2个月对于大瘟疫，那么现在通过国际操纵，世界这个卫生组织又对国际社会推迟预警1个星期，以致造成很多国家泛滥成灾。所以这都可以看出中共的操配，而中共最大的操配是对国际刑警组织，好不容易运作，把这个中共的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运作为国际刑警组织，拾了很多的银子和钱，结果戏剧性的大丑闻爆发了。从来没有一个事情国际组织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国际刑警组的主席孟宏伟在被骗回中国开会的时候，就被习近平当局突然抓捕。首先应该知道孟宏伟是双重身份，在中国国内是公安部副部长，在国际上是193个成员国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结果中国是根本不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就把孟宏伟抓捕。抓捕了之后过了1个星期才扔了一个条子，说孟宏伟辞职，而且是打印字没有签名，然后告诉国际刑警组织这个人没有了。说这是跟国际社会开大玩笑，是恶搞全世界。而这个孟宏伟结果是什么呢？1400万的所谓行贿，被判处14年或者16年的徒刑。这个所谓行贿数目，在中国官员中恐怕就是北京买一套普通的房子。实际上他涉入了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反习势力和未遂政变。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中国国内的政治如何支配，是改变世界秩序、颠覆世界政治。所以回头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如果落到中共手上，那真是又是一层恶搞世界，跟世界开最大的玩笑。因为最大的盗贼居然来看守金银库，让他上下其手。说美国这次没有这个停止动作，没有像奥巴马时代那样只说不做。那么美国是派出了从商务部到国务院都派出了代表团去游说，蓬佩奥国务卿亲自打电话给盟国来阐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最后美国扳倒了中国。美国是后来居上，他支持了新加坡候选人，取代了中共所支持的候选人，这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胜利。而55票对28票也显示了国际社会的觉醒，其中很多是受中共拉拢的那些国家都放弃了对中国的投票，这逐渐这个世道人心，公道自在人心。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有一位姓钱的江苏的观众朋友，他想谈谈自己在中国申请专利的这个经历。那么江苏的钱先生，请您把时间限制在1分半之内。江苏钱先生，
主持人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您好。我是江苏的钱科检，我在国内的大型研究所曾经有十年的工作经历，我在那里也有很多的技术发明。我接触到的一个三十多年前，创造了非接触探测技术的先生叫王友亮，他当时他发明的技术产权，居然遭到国家主席杨尚昆给他出的一种虎口拔牙的计策，最后他是白白的工作了几十年，花了很大的代价，最后一场空。那么最近有关武汉肺炎的上海的陈培建先生，他在这方面也有所探索，但是找到了这个疾控中心，希望能够救那么多人的人命，他希望用他的知识，结果他不但没有受到正常的待遇，反而险些被隔离，然后呢他的网络也被切断。我跟他接触这几年，他在糖尿病方面确实有一定的进展，但是官方居然对他采取的方法，居然对待民运人士那些敏感人士那个监控手段还要严密，在通讯方面，因为我多少对通讯方面也有所接触，有所这方面的知识，所以说现在中国这个体制要去控制知识产权系统，我觉得是一个悲剧。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好，江苏钱先生，现在您有很多的故事，请您把您的电话呢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后我们还可以就相关的话题呢对您进行更多的采访。我想杨建林先生，我们接下来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中国担任国际组织，那么很多人是担心中国会，刚才陈伯虎先生提到制定国际规则，还有就是确定这个国际组织的主题，这方面您还有哪些的例子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外界，我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啊。首先这个在国际组织里占领国际组织，然后占领他的领导地位，这是他的这个战略，既定的国际战略、全球战略。一开始中国加入到这个秩序中是非常不适，后来慢慢的理出一些战略来，一个战略就是说，对我有利的规则执行，对我无利的规则我不执行，佯装执行，然后条件允许的时候我改变规则，这是他的既定的战略。习近平上台以后又这个理出来更直接详细的一些战略上的这个指导，比如说讲好中国的故事，占领国际上的这个话语权，所以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变得越来越主导，它基本上的就是尽量的占领它的这个重要位置，设定它的主题，比如说这个月是正好是中国在联合国是轮值主席，联合国的这个轮值主席啊只能做一个月，他在这个月里抓紧一个月来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他上台以后马上就是开了一个研讨会叫反恐，去极端主义及人权保障，对，这样就请来一些非洲、亚洲等等和他这个价值观比较一致的来大谈中国的在新疆的反恐的成就，然后来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等等，这是一例。另外在联合国呢，中国的政府的这个会费交的越来越多，对，除了这个以外，这是大家可以看到的，但是在联合国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中，中国的投入非常非常的大，很多的活动都是他出资金，而且中国政府派了所谓的 NGO 在联合国院外活动非常的活跃，然后呢他对联合国施予这个压力，让联合国对一些像我们这些人进入联合国去讲话进行限制，我已经遇到数次遇到这种情况，而且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里边有一个 whistleblower， 就是一个吹哨者，他可能未来会把所有的信息公开，他偷偷地告诉我们在面的合作组织，每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的日内瓦总部的警察提供一个名单，15个和中国相关的议题的人不能，尽量的不让他进入，其中也包括我自己，所以这个是 whistleblower 提供的信息。另外呢就是说在很多的国际组织里边，中国政府就现在扮演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主动的一个角色，和它的整体的战略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它就是要抢夺世界的话语权，改变规则，建立一个他认为符合他利益的一个世界体系，与这个
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以后形成的这个自由秩序啊进行对抗。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在国际社会上的这种表现可以拿回中国使用，什么呢？就是来强化它的合法性，然后调动民族主义情绪来维护它的政权。对，确实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我觉得就是说，中国在国际组织得到背书以后，他通过他的影响力得到背书，然后又在国内用为他背书的这些人，比如说谭德赛这种，然后在国内为他的统治合法性呢来争取更多的支持。我想听听胡信斗先生对这方面的运作有什么观察。我对在国际上中国的这个作为没有太多的评论，我只是认为呢，这个中国应当更加谦虚一点，低调一点，这个特别是在目前的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中央电视台这个有个节目呀，这个说这个抗击肺炎疫情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伟大的这个实践啊等等，这个这些我都认为这个太高调了，中国目前还不具备领导世界的能力，也不具备在世界上要改变现有的这个秩序的这种道德和能力。而中国自身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就像现在做的啊，全面实现小康啊，脱贫攻坚，污染防治啊，建设美丽中国，这些都非常好啊，应当紧紧抓住扭住这样的一个绳啊，来改变中国目前的民众非常关心的那些问题，比如说特权的问题啊，贫困的问题啊，食品安全的问题啊，这个住房的问题啊，以及如何对官员进行监督啊，这样的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类似于将美国开展的社会进步运动，所以我多次提出中国需要社会正义运动、平等权利运动啊，这样解决中国国内的问题，这是当务之急。好的，用不着到国际上去争夺什么领导权。嗯，好的。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嗯，好，我想从这个国际组织的这个运作的这个方式来问问陈宝空先生，因为最后时间不多，我想陈宝空先生和杨洁篪先生分别就这个问题简短的做一个评论。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这个前副总干事普利，他就表示，他说联合国的这个组织投票方式呢是一个国家一张票，那么中国过去多年来啊加大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个投资和援助，让中国很容易游说这些所谓的比较贫穷的比较落后的国家，那么这个好像已经成为中国在国际组织扩大影响力的一种模式。我想听听陈宝空先生，那么国际组织有没有任何的办法来对应中国的这种模式？听听您的看法。这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的总干事长的选举啊，是中美博弈的部分，是世界正义战胜邪恶的一部分。那么博弈的结果是美国和文明世界大胜，而中共大败。这个有助于稳住联合国和相关的国际组织。否则的话，如果事情继续向恶化的事态发展，比如说中共继续夺取国际组织的总干事长，从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甚至全盘掌控，那就对世界构成分裂，那就有可能民主国家、文明世界另起炉灶，然后让中共跟所谓的亚非拉或者是他所拉拢腐蚀的国家去玩另一套，这个国际社会就分裂了。但是我当说到这个中共拉拢这些选票、这些会员票的时候，是用了腐败啊这个手段，是跟文明政治不完全相反的手段。但是中共对这些亚非拉国家、对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本身是严重损害的。不要说一带一路给他们造成的债务陷阱，就说知识产权，我们看到相关的报道，中共不仅大规模盗窃美国和欧洲的知识产权，给美国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是6000亿美金，给欧洲造成了至少是几十亿到数百亿欧元的损失。但是欧洲这些可怜的国家，仅仅有一些传统的手工纺织业，就是他们的专有技术，但是由于不设防，都被中国所盗取。像中国那些非洲的一些小国这个尼日利亚象牙海岸加普这些小非常可怜的专利被中国盗取。使这些国家现在被中共掌握的利益主义。对不起，陈伯公先生，线路出了一点问题。那么我想请杨建立先生就这个事情，就是国际组织这个投票模式的和中国如何利用这个模式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好，习近平讲要讲好中国的故事在国际社会如果他没有钱的话，他的故事也是没人听的。嗯，刚才胡教授也讲到了，中国
没有这个软实力，也没有这个道德这个高地来做这样的事情啊。但是他用钱，大量的使用钱，大家都说这个中国大撒币，都好像是在很多的这个独裁落后的国家撒币来赢得他的这个世界上的那种支持。嗯，但是大家忽略了他在国际组织的大撒币。嗯，在现在他在国际组织这个撒币撒得非常厉害，一个是表面上的，就是说会费啊会费，另外他支持这个每个国际组织的论坛，嗯啊这个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而且派出自己的大量的非政府组织进行活动，这个都是要使用很多的钱。对于这些小的落后的这些独裁国家用什么方式呢，就是说我延缓你的债务，我甚至免掉你的债务的方式来取得你的支持，同时呢他对一些具体的官员进行贿赂。那我们在三年前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一个申为六四屠杀的这个坦克人这个照片和录像申请这个世界记忆名录，也就是说简称申遗。嗯，这个活动呢，通过这个活动，我们了解到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是非常的这个深入，力度也非常大。为了阻止我们这个申遗，花了大量的钱，派了很多的 NGO 在那活动，其中还包括一个是军方支持的一个 NGO。后来我有一个中国的一个朋友被这个中国政府接触，就说这件事，他把这个信息透露给我，他说我们几乎给每个国家都使了钱，说这个活动让我们浪费了很多的钱。从这个事例你就可以看出来，为了他阻止一个议案的提出，为了推动他自己符合他利益的议案，中国只是用钱，几乎就是在用钱，没有其他的方式，因为他没有软实力啊，硬实力和其他的发达国家相比也不能够比，所以只能说钱是一个根本。嗯，好，对不起，刚才陈伯公先生线路断掉，我想请陈伯公先生最后来补充您的看法，就这个话题，陈伯公先生。后来听见没有，就是说中共不仅在损害美国和欧洲的知识产权盗窃，而且盗窃非洲穷国的知识产权。那些非洲穷国小国啊，有非常可怜的一些传统的手工纺织业技术，由于不设防被中共所盗取，被中共所掌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中共对这些国家表面上一带一路在援助，实际上造成的是危害、债务陷阱，还有就是盗取，还有就是当人家不能还债务的时候去拉人家的港口来作为军事用途。所以国际上是应该有一个正邪之分了，是应该有一个公理公平的时候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国际社会做觉醒或者做出的反击的一个层面，就是遏制中共在国际组织、在联合国内的扩张和争夺掠夺行为，让这种非正义的邪恶的这种势力啊应该是处于下风，让国际社会的正气按照我们所说的常说的正能量吧，让正能量继续弘扬。好，杨杰先生好像有什么很快要补充的，请简短一些。一想和这个中国的观众分享一下的，因为很多的朋友不知道联合国工作是怎么回事。嗯，联合国工作实际上分两类，一类是成员国派去的这个外交官，那个是服务自己政府国家的利益，这是天经地义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公务员，叫成为这个国际公务员。嗯，这份公务员就是公开招聘。你比如说我在美国，我想进联合国去做公务员，我就去直接招聘就完了，不受任何的限制。但是在中国，如果想去联合国招聘，要参加考试，这些考试什么全部是被中国政府控制的。换句话说，只要是中国籍的人在联合国工作，哪怕就是一个国代表官方身份的，就是为中国的利益服务，而不是服务这个组织，也不是服务这个全球的利益。嗯，好的，好，接下来我们请加拿大的陈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加拿大陈先生您好。主持人你好，你好，陈先生你好，请简短一些，陈先生。这个，我想表达一个观点，就是这个错误啊，现在中国在联合国这里，干了很多坏事啊，这个是都是由美国造成的。为什么呢？尼克松和基辛格当时，来中国谈这个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呢，他们同意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是这个中国要求这个美国要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就等于说是承认是他的一个省。可是这就是明显是指鹿为马，他
台湾明显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管理，好不好？明显就不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好不好？我搞不清楚为什么美国要承认这个事实。好，我没有承认，美国没有承认这个事实。和中国建交，这是错误的啊！美国没有承认中台湾。现在他加入联合国，加入。但所有的东西都是有这个源头。好的，陈先生，我们知道您的观点了，谢谢您的参与。好的，观众朋友，有关这个美中两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这个角力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绿卡拟议新规引发怒潮，民众怒的是什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美国之音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30017560。回到3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司法部2月底公布《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的草案，在社交媒体掀起声讨的怒潮。这个条例明确了外国人申请中国绿卡的资格以及居留者的福利，几天内的阅读量就高达40多亿，评论人数甚至超过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关注。那么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怒骂政府，甚至喊出“民族自救”和“反条例”的口号。和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外国人比例很低，那么这份条例涉及的人数呢，其实也不多。那么为什么引发这样铺天盖地的反对的声浪呢？围绕条例的争议折射出中国民众的哪些恐惧和愤怒？我们今天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陈伯宏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这份条例的草案引发的关注，一时间啊甚至超过这个新冠疫情。你觉得在这个铺天盖地的反对的这个声浪里面，你觉得这件事情整个最大的看点是什么？中国古人都知道，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才能成就一件事情。而这次这个中共司法部推出这个什么永居条例，也就是中国绿卡，不合天时，不合地利，也为人和。所谓天时，现在中国当前压倒一切的是大瘟疫，是防疫抗疫，人们的重点在这里。这个时候司法部非常不明智的推出了这个永久条例，当然也可能是他有所计谋的转移视线，因此吸引了41亿人次的围观，365万个这个热贴。所以在这个天时上让人们非常的愤怒，而主题你不去关切，却提出一个毫无关的无关痛痒的另外一件事情来，所以这不符合天时。再一个地利，像这个开放移民或者是移民他国，这是民主国家，一个民主国家成熟之后大进大出的一个常态。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一党专政，中国人民习惯的是向他国移民，而不是其他国家向中国移民，所以这不符合地利。再一个就有违人和，因为中国14亿人13亿人已经被封闭宣传了70年，都是一种排外心态，还有一种歧视心态。而中国政府呢又是偏颇的执行对外的吸收什么亚非拉或者是黑人，甚至强制中国学生跟他有学伴。在这样的情况下，激起中国人民的就是一种反感，就是一种反弹心理。所以这个可以看到，在网民的围观和评论中，压倒一切的都是反对。而反条例就像香港反逃犯条例一样，就跟香港有这个五大诉求，现在国内有什么事也有五大诉求，所以这种出来也非常敏感，对于中共来说无疑是一个政治上的挑战。好的，有一位河南的陈先生希望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表达为什么国民对这个条例感到愤怒。河南陈先生，请把您的发言时间限制在1分半钟之内。陈先生。哎，你好，我想啊，这个根本原因无非就是国民所受到的待遇太次。从教育的角度来讲，普通人家的孩子要10年寒窗苦读去
争这一两个名额才能上清华北大，而外国人呢，上清华北大只需要交钱就可以，非常的简单，门槛非常低。但是呢，如与此同时，国家还给强大的助学补助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根本原因。好，我们再。但是呢，我还是支持这个绿卡的这个政策的，因为它即使说依照共产党的这个秉性，即使不给外国人这些待遇，那么中国人也是拿不到这些待遇的。好的，谢谢您，秦先生，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更多观众的这个表达的意见。那么接下来再听一位广东的刘先生来发表他的看法。广东的刘先生您好。广东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在线上吗？好，广东的刘先生可能现在电话有一点问题，那么我想请胡新斗先生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左派网站，中国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发表题为引进外来移民前请先善待本国移民的文章，那么这个观点跟刚才那个陈先生发表的看法有点类似，就是说当局在解决外来移民之前先解决国内移民，也就是比如说三亿的进城打工的这个农民工的福利，类似这样的呼声在中国的民间似乎有相当的号召力，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这次推出这个移民条例啊，这个一方面它体现了某种进步，比如说它是开门立法，这个也邀请这个民众来提意见建议，可以说体现了某种民主立法的这种精神啊，具有它的这种合理性合法性，它的立法的初衷啊应当是好的。而且呢，我也认为这个永居啊，这个居留的这个条例啊，其实是符合国际潮流的，也是中国需要的。中国需要引进一些杰出的人才啊，紧缺的人才。其实我在十年前，也提出过建议，也就是说发放华人居住证，华裔卡，就是说欢迎这个。因为在海外有几千万这个华人华侨，这个欢迎这个人才呀、啊、回到祖国，回到中国来啊，这个像印度那样啊，印度就在海外发行了几百万张这个海外的公民证呐、啊，还有什么印度裔卡呀、啊、等等，所以这个总体上我是赞成的。当然，这个事件的确也说明了我们国内啊，首先国内就没有解决好。我们国内的人民没有照顾好，国内有几亿农民工，这个他们本身也是移民啊，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上亿的跨省的、跨市的这个工作的移民，他们因为户籍等原因呢，啊，他们的这个福利各方面都没有解决好。还有呢，我们这个一方面国内的这个移民这个没有解决好，我们有大量的援助外国人。比如说中国拿出600亿美元这个帮助非洲，让非洲人来读书啊，来读书，然后呢现在这个条例出来啊，等于是又让这些人啊，他们可能在中国获得博士啊，博士学位他就有可能留在中国，但是他们到中国来，这个博士学位基本上都是文科的，而且考核非常不严格，我都很难把他们看作是人才。所以民众他就担心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注水的博士在中国留下来这个最后这个亚非拉利这些贫穷国家的人都要送过来了。好，谢谢您，胡新斗先生，待会儿我会请杨建林先生也评论一下这个话题，就是所谓中国人说的低端人口进入中国的问题。但是刚才广东的刘先生希望参加讨论，现在我们接上他。广东刘先生，请把您的发言限制在一分钟内。广东刘先生，你好，请问听得到吗？听得到，请讲。听得到。我觉得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为什么这个中国绿卡会受到很多人的反对。我觉得根本原因有个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直接原因当然是因为上次那个山东事件，这个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根本原因我觉得就是因为民族主义是中国政府目前在打的一张大牌，他现在依靠民族主义去排挤外国势力，说孙杨药检就禁赛八年是因为美国人的迫害，
那么这项的民族主义当遇上外国人来的时候，那必然是遭受，那必然外国人是受到中华民族的反对的，因为这时候民族已经是成为中国政府的一张很重要的牌了。好，谢谢你，广东刘先生，这个说法是很有这个见地的。接下来我们再请北京的张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北京张先生，请把您的发言限制在一分钟。北京张先生您好。哎，喂，你好。啊，我想表达的意见就是说，其实这个中国政府在国内的这样的一种国内问题如此尖锐的情况下，他推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中国绿卡，我觉得他的那个初衷可能是想吸引人才，不过国内又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又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这种他又是这样的独裁，他怎么可能吸引到来自于这个发达国家的人才呢？他无非可能就是只能引进比他差的那些国家的人才，所以我觉得可以，你可以多多的引进，到时候他，然后这些就变成一个很不安定的因素，最后把他自己的那个政权推翻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这样做，你完全可以放开来，你看看哪些有良知的人会移民到你中国来。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很奇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因为中国人都想往外走的，怎么可能有好的优秀的人才来往中国来回来呢？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政策完全是不靠边啊，完全是政府发了一时昏，然后就出台了这么一个东西。好的，北京张先生，好像这种大国的这种风范其实很恶心。嗯，对，好，听听杨建立先生对刚才我们这些网友的评论，尤其是他们对于低端人口进入，所谓低端人口进入中国的这个担忧。我先不谈意识形态，也先不谈中国是独裁还不是独裁。嗯，我们仅仅的从专业的角度看这个条例，我觉得这样的条例是迟早的事情。嗯，因为当今的世界都是开放式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了，一直和这个国际上有很多的互动，那很多的这个外国人到中国去，这种原因那种原因需要在中国长期居留，这也是个现实。嗯，作为一个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对此进行法律上的规范。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的，你不要想更多的目标目的啊，阴谋论啊，这个时候推出咱们也不知道，我觉得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遭到那么多的反弹呢？我觉着和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历史有关，就和他意识形态有关了，和这个政府的这个性质有关了。就是说你在对待自己公民方面做得怎么样，比如说我们都说国外有种族歧视啊，美国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等各种歧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我在世界上走了几十个国家，看了所有的歧视，没有一个超过中国的出生地歧视。嗯，也就是户口制度。对，户口制度呢，就是说我用法律的方式来确定这种歧视，就是说我把你捆在一个出生地上，不让你随便迁徙。嗯，但现在迁徙的自由大了，但是仍然可以这个用这个法律来治你。2年前那个北京那个市委书记什么旗什么旗来着？我现在忘记他名字了。就是驱赶低端人口。驱赶低端人口的法律背后的法律依据就是这个户口制度，不然你干嘛要驱赶人？蔡奇，对，对，蔡奇为什么要驱赶这个低端人口？所以由于中共的这些历史臭名昭著，大民众对他没有信任。另外，怎么引进？怎么也不是怎么引进？怎么批绿卡？怎么批绿卡？它是个法治问题。中国的法治又不健全，对不对？那后续的法律配套了没有？大家实际上有担心的，因为在这个90年代以后，外资进来给了外国人超国民的待遇，大家记忆犹新。对，然后中国的福利不没有，迁徙自由没有完全的放开，在这种情况下，他是说你外国人来了放哪儿啊？你比如说一个绿卡放在上海还是放在北京啊？放在山东啊？到你户口制度怎么规范？嗯，实际上呢，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是出在这个地方。嗯，尤其是打工的人，刚才我觉得那个吴友之乡讲的非常对，虽然他很多观点我不支持，这一点我非常支持。中国的很多的移民，从一个农村移民到城市去，所受的那个歧视，他歧视不仅仅是人的态度问题，是个制度问题。比如说，我的孩子不能去公共的教育学校上学，我必须弄一个破厂房，把大家组织起来在那上。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
民众所面临的一个具体问题，是大家没有信任。我想请陈伯湖先生回应刚才广东刘先生一个说法，他说中国的这个宣传，官方宣传一直是一种排外主义的宣传，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宣传，所以也就难怪你官方推出这个优惠外国人的这个条例的时候，中国自然就说为什么要去为照顾这些外国人或者怎么样，就是他是也是一个中国自己这个民族主义宣传的一个结果。我想听听您对这个民间的反弹声音您是怎么看的。对，我刚才就说过，中国还不是民主制度，没有给人以包容心态、国际视野的培训，一直灌输的，中共给灌输的就是排外、仇外，甚至歧视心态，歧视本国民众，也歧视他国的民众，尤其歧视来自中东、非洲的这些黑人啊。中国给黑人都有很多的称呼，什么黑鬼啊，什么等等。那么实际上这一次这个司法部推出这个条例有很多的荒诞，表面上他有民主立法说征求意见稿，但是一看到民情汹涌的时候就删帖，甚至最后关闭了评论功能。你不是征求意见吗？你怎么就把这个评论功能删除了呢？就根本不是征求意见。另外一个荒诞就是你在这个征求这个过程之中说的很简单，说只要跟中国人结婚五年你就可以永久居民。那问题是跟中国人结婚的是谁呢？基本上都是非洲的，都是中东的还有巴基斯坦的泰国的甚至中国政府就在鼓励这些留学生去配对，像山东大学配学办，就鼓励中国女大学生嫁给这些亚非拉的所谓的朋友，而那些朋友很多还是当地的一些国家被中共腐败之后的那些达官这个贵人的一些子弟。那么这个情况接下来的话呢，你在这里边的荒诞就可以延伸下来，就是你不仅是不能善待本国人民，你对国际上来说也是一个分化，就是把这个外劳，而且主导这件事情其实背后还有些御用文人，尤其是一个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所长杨义勇，他的荒谬论调，他说中国看来中国中华民族的振兴复兴要靠外国人来完成，意思说中国劳动力不够。这个谬论呢，恐怕远超中共所批判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一个言论。刘晓波说中国要变成文明国家恐怕要这个外国殖民西方殖民300年，中共是痛批作为主把，那么但是中共没有痛批这个杨义勇这个观点，还居然认为说的有理，而且杨义勇还进一步说中国缺少劳动力，说要引进1亿外来劳动力，这是对中国计划生育的直接否定，中国政府应该向人民道歉认错，因为计划生育直接杀害的婴儿就是4000多万，如果你不杀害这4000多个婴儿强制堕胎，那中国人口不是有4000多亿吗？年轻人何必说要引进外劳1亿呢？引进外劳1亿证明计划生育的严重的错误和罪行。好，我们接下来有一位广东的罗先生也希望能够参加讨论。广东罗先生您好，请把发言简短一些。广东罗先生，喂，听得到吗？听得到，请讲。我想回应上一位观众来电，就是说中国是有这一次反对是由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可是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多民，本来就不是一个移民国家，而是由中华民族单一组成的，而且这一次主要还是由于那个超国民待遇。首先是因为我生活在广州，广州有很多的非洲黑人，然后呢，那法规定里面也规定了是由当地的县级向人民政府来进行这个融入性教育，就是像也就是由外国人，也就由县人民政府来负担这些外来永久居留的永久居留融入性的财政，就是说花纳税人的钱去养那些并没有真正为中国纳过一分税的钱，而这个超国民待遇才是引发这一次40多亿去流浪这个而且去反对他的最根本的观点。好的，我想请胡新斗先生就这位观众广东的这位观众朋友发表的观点来进行一个简短的评论。我们知道广州确实有这个外来移民，尤其是非洲裔移民非常多，聚集于广州，据说有几十万那么地下的。您对这个现象您是怎么看的？请简短一些。对，这个中国那个有很多的这个非洲人啊，居住在中国，这个很多人可能见于欧洲。这个被黑人化啊等等，法国德国现在都处于某种危机之中啊，由此就联想到中国。中国的确刚才像这个杨博士所说的，像破空主编所说的，中国本身它就有很多的这个歧视啊，有户籍歧视啊，职业的歧视啊，这个地域的歧视啊等等，有很多的这种这个歧视。特别是我们经过几十年的这种阶级斗争的教育啊，尤其仇恨那个发达国家。当官员告诉你要爱那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的民众呢，当然就我就不干了。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种族主义啊，这种排外的意识啊，
其实还是与几十年的这种教育是这个密切相关的。我想提到这个，说到这个不满哈，对于条例的不满，还有一些不满箭头是指向当局，比如说有人认为这个会成为获得外国国籍的人特权阶层洗钱，或者一方面享受外国福利和保护，一方面又在中国长期居留的一种渠道。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觉得这个批评是不是有道理？我觉着所有的阴谋论可能都没有证据，我觉得都非常的这种批评都非常微弱。因为仅仅从这个条例上来讲，刚才我讲了，任何国家到发展到今天必须有这么个法律， 对不对？而且从法律的条文上来看，它的限制还是比较高的，至少比美国加拿大要高很多，1000万，对啊对啊，投资1000万才能，你仔细一看非常高的，所以能够到中国拿绿卡的人也比较少，只有第19条有个漏洞，叫做有正当理由的可以留下来，这个没有时间讨论了，我们可能以后有时间讨论。所以从条例本身，去这个法律本身来讲，我不想从太多的阴谋论上去想它，我觉得这是个正常的一个政府行为，必须进行规范了。但是问题就是说，刚才提出问题啊，户口放在哪里？我还是要提这个问题。那这个如果他放在北京，如果和放在山东不一样，这些外国人可能就会要提出不同的意见。实际上我认为大家大可不必这么紧张，放过几个外国人来，说不定会促进我们的权利的发展。比如说福利问题，他来了以后，永久居民在任何国家都要享受福利的，我们在美国一样是享受福利啊。如果他的福利领不到，他肯定要闹嘛，啊，他闹他不就带着你一起闹了吗？所以我觉着第一，不会有很多的中国人去。第二呢，去中国，那这个第二移民中国。第二呢，就是说他去了，如果能够带动中国的其他制度的改变或者政府行为的改变，我觉得是一件好事。但这件事情呢，我看着呢，就是中国人除了我批评中国政府的很多政策，比如说福利政策啊，这个户口法律等等以外，我还看到了中国民众的这种不能够的宽容性，像整个这个狭隘，从整个的政府到民间，实际上它中国不是个移民国家嘛，它整个一个还是包容性比较差，资源的包容性很差，心理的包容性、文化的包容性都比较差。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关必须过，必须突破这一关。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开放式的国家，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国家的话，你一定是要突破这一关的。啊，我想最后请陈伯国先生1分半钟时间评论一下，说到这个资源的这个包容性，我想是因为中国民众长期他生活在一个高压的，而且自己没有太多控制的社会环境里面，他必须为他的社会资源而去竞争，去夺取，缺少包容，所以他缺少这个安全感，所以他也缺少这个包容性。对，我想请陈伯公先生就这一点，您就是就整个这个事情看到的一些民族性啊这方面的问题来提一个最后1分钟1分半钟的这个点评。另外呢，首先呢，这个中国这个永居啊，这个条件不是门槛很高，而是门槛很低，就想结婚5年就可以。另外来说是这个外国建立说外国人如果闹这个权益，中国人也会跟着闹，不会的。以中国人被长期这种奴化奴民太监心态啊，一旦外国人在中国土地闹事，就是你们还到我们的土地上撒野，滚出去，就跟着中国政府喊滚出去。再一个说是这个迟早要建立这个制度啊，是要建立，但是前后顺序因果关系要搞清楚，先有民主制度，你才能有这些啊，这些引进的这些制度。所以中国这个民主的这个狭隘的心态，说这个不包容、歧视、仇外、仇恨，这个在中国是比比皆是。就像这一次大瘟疫，武汉人所受到的歧视，湖北人所受到的歧视，他们本来是受害者，是无妄之灾，结果他们反而成了瘟神的化身啊！远处中国人可以喊武汉加油，近处就喊武汉人滚蛋，这是成了两个响亮的口号。所以这都是一党专政的这种狭隘思维所造成的，这个共产党给强加给的，因为你共产党本身在歧视人，你认为有关的可以歧视民众，那官员可以不听民众的声音。当然这个民众形成了这个心态，就是互相地域上的歧视，互相看不起城市人看不起农村这个东部看不起西部南方看不起北方，甚至中国人看不起这个穷国的人。而现在最大的悖论就是中国跟世界相比，只有中国人向外部移民，没有外国人向中国移民。所以即便是中国有这个绿卡，有这个永住条例，又有何用呢？谁来移民呢？你移民来的还不是全世界的渣滓吗？就说的不好听，就是垃圾移民，更并不是什么高级移民，或者说有技术含量的或者有成人才的移民，所以也就是填补中国的低端的劳动力，也就是对外劳再一次的剥削而已，加重剥削，然后加重中国人民内部资源的争夺。我想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如果不能在世界堂堂正正成为个文明国家，这样的条例还是暂缓为好。
好的，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陈破空先生、杨建立先生和胡新斗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和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亚太报道。各位听众，今天是北京时间2020年3月31号星期二，我是佳远。这次的亚太报道主要节目包括：世卫组织高官回避有关台湾的提问，世卫组织罕见地发表声明说台湾汇集问题要全体会员国决定；湖北江西公安桥上开打，到底是为什么呢？中国无症状感染者不算确诊人数，引发民众的恐慌；世界确诊人数排名表上中国居第四，中国的数据政治学；英国法国不满中国隐瞒疫情，中国的口罩外交陷入危机。下面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世界卫生组织高管艾尔沃德上个周末接受香港电台记者采访，当被问及世卫组织是否会重新考虑台湾的会员问题时，艾尔沃德径自挂断电话。艾尔沃德此举受到舆论的批评，不过中国的央视发表评论力挺艾尔沃德，并指责记者问题无聊和居心叵测。请听记者乔龙的报道。世卫助理总干事艾尔沃德上周六接受香港电台记者视频采访，当被问到世卫组织是否会重新考虑台湾的会员问题时，艾尔沃德眉头紧皱，一副不耐烦的表情，停顿三秒钟后突然挂断电话。上述片段近日在互联网热传，网民批评这位世卫高官对记者无礼。中国央视新闻周日发表评论，指艾尔沃德的回应显然是在告诉记者问题无聊，即不得体，而且有悖世卫原则。但港台记者酸掰甜似的继续追问，即被挂断电话。中国重庆独立评论人李涛本周一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由于大陆的言论受到官方的钳制，舆论场其实也受到了权力的扭曲，民间的一些声音有一些被特别的放大，有一些被特别的缩小。中产阶级呢对台湾入世的诉求呢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同情。李涛表示，很多人受到官媒的引导，他们看不到两关系的要害所在。中下阶层呢，一些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呢对这个问题可能会跟党化媒体有比较同样的一种认识。毕业于河南大学的学者张成对本台说，国内多数民众对此次事件的看法与官媒立场大致相同，除了少数有翻墙能力和思考能力的网友除外。他说，当然也有很多的网友通过翻墙了解外部的世界，知道所谓的世卫组织至少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呢令人不齿，手速两单，为了经费出卖良知，为中共站台不遗余力，甚至不惜前后矛盾胡言乱语。中国疫情之所以蔓延至全世界，世界各地专家学者及政府均认为世界卫生组织需承担责任。对此张成批评世卫组织，一会儿说中国疫情可控，各国没必要静好，一会儿说疫情全面爆发，反而责怪各国防控不力，简直成了联合国成立以来最大的笑话。央视的评论还指向台湾，指只有九二共识承认一中原则，真心认同两岸和平发展才是正路，以疫谋独依旧是死路一条。台湾的外交部部长吴钊燮就此在推文表示，对抗武汉肺炎全球大流行的时刻，世卫组织应该把政治放一边。该推文还写道，目前有来自40多个国家逾450篇国际媒体报道，均高度肯定台湾对抗武汉肺炎的措施。
中国官媒为了迎合领导人宣传口径，经常制造消息，已屡见不鲜。央视网29日报道，美国科学家说武汉绝不是新冠病毒源头，但翻译原文，美国杜兰大学医学院教授罗伯特·加里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很多人认为病毒来自武汉海鲜市场，但这是一个错误观念，分析都指向了更早起源，那里海鲜市场有一个病例，但绝不是该病毒源头。央视在翻译原话时，把句子中海鲜市场直接变为武汉，因此有了武汉绝不是新冠病毒源头一说。中国法律界人士武先生对本台表示，大部分的普通中国人对央视报道或官员的言论都不以为然，甚至否定。但是一到具体事的时候，他们还是相信官员的话，相信电视台说的。即使这次疫情官方公布的数据他们说是假的，但是平时一说起来他们还是说官方说多少官方说多少。央视这种评论员文章，大部分普通的中国人还是相信。武先生表示，官方媒体的宣传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很大，因此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为所谓的宣传阵地，从不准外国资本占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世界卫生组织罕见地发表声明，并且用台湾而非中国台湾来称呼，并称台湾参与 WHO 会籍问题要由会员国来决定。在台湾的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响应表示，我们的态度一向很明确，台湾有能力以及很强的愿望与各国共同维系我们的健康。请听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世卫组织 WHO 的声明中指出，台湾加入世卫组织的问题取决于 WHO 的会员国，而不是工作人员。然而 WHO 正与所有面临当前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卫生当局密切合作，其中也包括台湾的卫生专家。声明说，台湾的确诊个案相对于人口数来说很低， WHO 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世卫组织正在吸取包括台湾卫生当局在内所有领域的经验与教训，在全球分享最佳做法。蔡英文总统30日赴桃园访视闽城股份有限公司，肯定口罩国家队表现可圈可点。蔡英文稍后在媒体联访时回应 WHO 声明，表示台湾有能力也有很强的意愿与各国共同维持我们的健康，台湾有一些有用的经验也愿意分享。希望就是说各国政府在经过这一次的疫情之后，更能理解跟了解台湾的能量啊，那能够理解台湾可以贡献的地方哈，能够真正的来思考哦，让台湾可以加入这个世界的这个防疫体系。对于 WHO 的声明，在台湾的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30日也发声明回应，并一一反驳 WHO 所提的所谓的事实。首先，关于台湾与 WHO 在国际卫生条例架构下互设联系窗口，但是实际上都是我方单向的资讯提供，却未被 WHO 分享。此外，今年二月间 WHO 举办的全球研究以及创新论坛， WHO 虽然接受台湾两名专家参加，但仅允许线上参与。全球共同合作对抗疫情蔓延之际， WHO 应该秉持他们自己宪章所接触的追求人类最高健康水准的宗旨，摒除政治考量，将台湾完整纳入相关 WHO 的会议机制跟活动。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接受本台访问时解读，根据 WHO 的宪章授权， WHO 秘书处确实不能决定单一国家的会籍与参与问题，但是 WHO 如果自诩为世界卫生的领导者，把台湾纳为全球卫生治理的重要伙伴，是不应该推卸的职责。林世嘉认为， WHO 英文声明中把台湾人称为 Taiwanese，终于把台湾人跟中国区分。那我们知道，其实所有每次台湾的入会案在讨论的时候，中国都喜欢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好，那我觉得
这一次的声明是一个很重要，对 WHO 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换句话说，在 UN 体系里面并没有 One China Policy。WHO 发声明前 ，WHO 的高管艾尔沃德在受访被问及台湾加入 WHO 的会籍时，表示讯号不好，因此没听到问题。在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还发推文称：“哇哦，在 WHO 连台湾两个字都不能提呀。”吴钊燮并强调，在对抗全球大流行的时刻 ，WHO 应该把政治放一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随着中国本地新冠疫情逐渐缓和，重灾区湖北上个星期开始解除离鄂管控通道卡点。尽管如此，个别比邻湖北的省市似乎并没有做好开放交通要道的准备。就在上周五，湖北和江西两地的公安就在九江长江大桥上发生了肢体冲突。愤怒的湖北民众随后还突破了江西警方的封锁，到当地派出所示威。请听本台记者加奥的报道。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3月25号宣布，即日起武汉市以外地区将开始有序解除离鄂管控通道卡点，到27号时所有通道卡点将全部撤除完毕。湖北省公安厅负责人介绍，届时离鄂公路要全部开通。但就在27号当天，戏剧性的一幕就在连接湖北黄梅县和江西九江市的一座大桥上发生了。这场冲突还触发了湖北群众的众怒，随后演变成一场颇受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基于此前的媒体报道、网络视频和文章，本台试图还原这场事件的始末。据国内媒体引述知情人士说，3月27号凌晨，黄梅县遵照上级指示撤除了所有交通卡口，但与此同时，隔江相望的江西九江市却在九江地界设置了卡口，并在当天清晨在长江大桥上设置卡口，阻止湖北人进入九江。本台粤语组此前引述九江市民李先生说，当天早八时许，江西九江公安局的一位巡特警熊明宇和当地卫健局的工作人员在九江长江大桥桥上拦截湖北人。随后九江和黄梅两地警方在湖北桥头一侧发生了言语和肢体冲突。事发后，江西派出特警到现场支援。与此同时，大批黄梅民众涌上了大桥，掀翻了江西特警的警车，场面一度陷入混乱。最后，湖北民众冲破了江西警方的封锁线，游行到九江市公安局九江长江大桥治安查报站，要求当局做出道歉，并高喊武汉加油等口号。道歉，九江，道歉，道歉，湖北加油，湖北加油，湖北加油。本台获取了一份江西警方的汇报文件显示，这场冲突造成了至少五名江西公安和辅警受伤住院，他们的对讲机、执法仪、警车等物品也被损毁或抢走。但目前外界尚未得知湖北警方和民众的受伤情况。湖北武汉市民王月认为，这场大规模冲突反映出湖北人仍在遭受外省人的严重歧视，让湖北加油成了一句空话。但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此事不足为奇。在正常国家肯定是不合情合理的，但是在中国的话，像这样没死人的事情，那是太普通太普通了。因为这个国度的话，本身把公民权利和人的尊严各方面一直放得很低很低的。事发当日，党媒人民日报就以湖北加油喊出来更要做出来为题发文说，一座九江城半城黄梅人，九江黄梅一江之隔，自古往来频繁，如今怎就发生了冲突。文章还说，个别地区的人员歧视湖北人，给湖北务工人员返工设置障碍，对他们做出区别对待，一味限制他人实际上是作茧自缚。同日，九江市和黄梅县对应的疫情防控指挥部联合发布公告，要求两地撤销此前设置的临时防疫站点，互认湖北健康码和赣通码，两地群众持绿码就可通行，以保障九江长江大桥一桥的通行秩序。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周孝正表示，这样的警民冲突归根结底还是体制内的矛盾造成的。在四九年以后，这就有一个词叫条块矛盾，块就是地方，条就是中央各部下来的。到了现在呢，这种事儿呢，毫无疑问证明条块分隔这种矛盾就是执政能力差。事发后的第二天，
中国财经杂志引述一位九江市民说，当天这座大桥已经恢复通畅了，管理方式也非常宽松。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加奥华盛顿报道。中国国内无症状感染者的频繁出现，已经引起民众的高度恐慌。财新网发表评论，促请官方统计部门公开无症状人群数。另外，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浙江高调鼓励民企复工复产。详情请听本台记者乔龙的报道。在过去三天，湖北、甘肃、河南及广东连续出现病源来自武汉及本地的无症状感染者。例如3月29日，河南省卫健委通报一例漯河市本地确诊病例，该病例曾接触过河南平顶山市，被诊断为无症感染者的病例。甘肃兰州发现来自湖北持有健康二维码绿码患者，将病毒传染给当地人。这些案例再次掀起无症感染者传播的讨论。关注无症感染者传播疫情的湖北居民冯建斌本周一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所谓的无症状感染者也是他们的一些定义，他们把检测的标准不上限的去提高，然后大家就没有确诊病例，主要就是为了掩盖这些真实的东西嘛。那个前天晚上金门市也发生过一起。冯建斌说，一名患者早在1月17日就已感染，他是1月17号到过武汉，在武汉住过两天，是12月17号还是1月17号，不管是12月17号还是1月17号，到今天的话都是两个多月了，好恐怖啊。为提醒民众防范已被病毒感染者，中国财新网周日晚间发表评论，敦促统计者公开无症状感染者的人数。该评论表示，国内无症状感染者不算作确诊病例，目前其规模未向社会公开，但国内无症状感染者导致的传播案例已多次出现，无症状感染者人群数字有必要及时尽快公开，并做出充分的调查研究，提高公众认知和警觉。虽然官方一再强调 90% 以上国有企业已经复工复产，但是民企复工速度缓慢，官媒报道不提民企复工率是多少。不过官媒本周日高调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浙江宁波考察民营企业复工复产进度。习近平在宁波北仑调研时说，危机来了，灾难来了，不同类型的群体啊，企业方面不同行业都会受到影响。党中央在研究的时候特别想到了我们的中小企业，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的组合拳，会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予以一些调整。中国金融学者何江斌对本台表示，复工复产是解决目前中国经济下行的方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目前开工还存在很多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对疫情消除还有心理上的有一些障碍，比如说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学校开学还没有，举世瞩目的两会没召开，还有很多国家对中国边界并未有开放，即便是各省之间对湖北也没解除彻底解除其实。第二个，世界其他地方受到了影响，订单会取消，已经出现很多报道。专门研究官方数据的民间学者老蛮周日在微博发文，根据他的统计，仅仅规模以上工业就有近500万的失业人数，至于中小工业企业，按目前的复工率计算，中小工业企业还有2000万人没能复工，服务业的整顿复工率根本谈不上五成，就按五成算，也还有1.8亿人没有复工。总计起来，全国有大约2亿还未复工或失业。另外，中国上海已经开放的部分景点本周再度关闭，其中东方明珠塔本周日发通告说，为进一步加强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
保障旅客的健康与安全，东方明珠、经贸大厦、上海中心三大高楼观光厅自3月30日起临时闭园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星期一，西班牙的确诊新冠病毒患者超过中国，全世界感染总数超过了70万。在世界感染人数的排名表上，中国只是第4位。作为新冠疫情的发源地，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的疫情数据的真实性引起很多人的怀疑。现在国际社会也公开对中国政府隐瞒疫情表达谴责。其实中国政府的社会数据常常与政治捆绑，假数据充斥中共建政70年的历史。请听本台记者王允的报道。中国民众对官方疫情的数据信任度不高，出于不同的心态和标准。以前我们猜测数字不大对，只是猜测没有根据，现在根据来了。现在根据是什么来的呢？就是这个核酸测试它不大准确。武汉市民于群红向本台提到的核酸检测方法至今仍然是新冠病毒的首选检测方式。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及世界卫生组织都对此做出了首肯，但在实践中，核酸检测的准确率却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包括病毒特征、检测产品和技术本身等等。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晨院士上个月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指出，这个病呢也有一个特点，它呢并不是呢所有的患这个病的人都能够检测出核酸阳性的，因此有大量的看着流行病学史上、接触史上像是，临床症状上也像是，但是呢核酸未能得到确诊的这样病人，现在被列为疑诊病例。中国既往欧洲国家捷克和西班牙的病毒快速检测试剂盒准确率只有20%到30%，又进一步加重了外界对检测结果和据此统计出来的确诊数字的怀疑程度。英国《每日邮报》近日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的科学顾问提醒他，中国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实际数字可能是其官方数字的15到40倍。中国新冠疫情近几周来逐步改善，连疫区中心武汉都已鲜有新确诊的病例，当地已经传出要逐步解封的消息。但武汉本地市民刘东东近日感觉情形不对。我们小区还照样不让出去啊，这说明里面有问题，知道吗？还是没有弄好，而且朝令夕改，他前两天可以说什么可以复工啊，吃了证明可以复工啊什么的，现在马上又要求停工。香港南华早报上周根据他们获得的政府内部文件报道，到二月底，中国有43000名确诊的无症状感染者，但这些感染者要先隔离14天，只有这期间出现的症状才会计入统计数字。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把无症状感染者也统计为确诊患者，但中国官方却拒绝将这些人列入统计。刘东东对官方的疫情数据持一种本能的怀疑态度。我说心里话，我不太相信他们，我不太相信。为什么不相信？这个为什么？这个我们党的本质是从头讲到尾嘛，从头讲到尾。这种怀疑把矛头直指中国政府在处理社会数据时的一贯态度。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从事人口研究的易富贤告诉本台，他在研究中国人口数据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数据还相对可信，但卫健委的数据依然受到政治的影响很深。他指出，2013年中国卫生部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成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由于受到原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影响，随后几年中国新增人口的数据被卫计委从1400万拔高到1800万，但2018年后数据又迅速下落。然后在2018年在卫计委被这个撤销了，就恢复成这个卫健委了，然后这个出生数字一下子减少了1300多万，一下子从1400多万增加了1800多万，然后又下降了1300多万。中国政府在现代史上处理多次重大灾害数据的方式，让民众难以轻易相信官方数据。1959至1962年的大饥荒，中国官方档案中至今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总体数据。
而国际社会多方的长期研究比较受认可的数据是，因为这场大饥荒不正常死亡的人数多达3600万，相当于今天加拿大全国的人口。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义多年来整理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官方档案，他举例说，中国政府档案中的文革期间广西大屠杀的人数就与实际相去甚远。他把中间的一个军密的东西也公布出来了，说是97000多。那么实际上民间进行的调查，他是一个人一个人都对得上的，根据我所看到的民间的名单将近20万。他提到，学术界认为中国政府的数据有一个普遍规律，是公开的不如内部的，内部的不如秘密的，秘密的不如绝密的，绝密的不如最高机密的。自由亚洲电台王允华盛顿报道。中国的武汉肺炎疫情有缓和的迹象，但当局对疫情信息的管控却未见放松。北京一位退休大学教师怀疑因为在推特上发出疫情相关的信息而遭当局刑事拘留，由于这名教师患有脑退化症，当局把他刑拘，引起外界的关注。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卷入漩涡的是北京科技大学退休教师陈兆志，他在本月10日被海淀区派出所传唤，因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被刑事拘留，羁押在海淀看守所。马新立等数名北京公民连日来不断为陈兆志奔走，上星期曾到北京科技大学寻求援助，但未获校方派人会见。据他爱人说吧，就是刑拘之前啊，警察就来他家里看过他的手机，然后刑拘之后呢，又把他电脑给搬走了。陈兆志最后一次发推文是在上月13日，当时以武汉肺炎风声鹤唳为题，转发了台湾媒体一条长约1分多钟的评论视频，使外界联想这是他被当局针对的导火索。很有可能，因为武汉肺炎对于现在来说是一个敏感话题啊，也涉及到我如果转发的消息当中涉及到武汉肺炎，那确实是有一定风险的。马新立说，陈兆志患有中度脑退化等多种疾病，当局把他刑拘使人费解。据说上回上医院去检查呀，查这个老年痴呆症的时候是警察带着他去的，也就是说他们当地派出所的警察都知道这个情况，知道他有高血压，知道他有老年痴呆症，按道理说他这种情况是不应该拘留的。首先呢，就是他的行为啊，即便是一个正常人做出这种行为也不违法，是吧？因为宪法第35条赋予了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他现在呢属于老年痴呆症，属于残疾人，精神残疾，这种情况就更不应该被拘留了。另一北京公民陈洪旺表示，陈兆志的家属对于当局有顾虑，除了不希望外人过多介入，甚至不聘请律师。假如说他有中度痴呆的话，他应该免于处罚，或者被减轻处罚，这为什么就给带走了呢？3年前，陈兆志曾连同100多名中国科技界人士联署全国人大，敦促当局保护技术发明和知识产权，严惩各种侵权行为。去年7月，他在北京八宝山公墓门前向官员的车队高呼打倒李鹏等口号，一度被公安带走。基于陈兆志的经历，外界不排除当局是以他转发敏感信息为名对他秋后算账。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香港报道。中国近期不断进行防疫用品外交，但中国制造的防疫用品质量成疑，接连被外国退货。日前有中国企业老板更扬言要生产假的测温枪卖给美国，让他们不能够准确地为国民测试。事后老板表示自己当时只是出于爱国情怀。疫情之下抬头的民族主义和中国近期发起的舆论战有何关联呢？请听本台记者吕希和文海欣的报道。近日接连有国家反映中国生产的抗疫物资质量出现问题，正当国产抗疫物资面临信心危机的时候，中国又发生了疑似制造假货事件。
中国网络广传一个微信群组的截图，内容是广东东莞市巅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老板张玄东在一个群组里头建议其他厂家生产假的测温枪卖给美国，并直言让他们39度测出36.5度，让他们越搞越多，看他们美国还有多少人去别国伤人。截图被广传以后，及时遭到中国网民猛烈抨击，比如说他是复制滥造祸害中国制造形象的企业家，号称5000年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怎么样会堕落成这样，值得我们反思等等。从民众留言来看，普遍中国网民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尚且理性。事件持续发酵，本台致电张玄东，他已经直接关机。不过他在星期天接受中国媒体大白财经观察访问的时候就表示，自己当时是出于爱国情怀，一时冲动开的玩笑，没有想到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其后当地政府人员已经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他表示事件让他终身难忘受益，并对造成的不良影响道歉。这起事件让人联想到日前的杨妈妈粥店事件，位于沈阳的杨妈妈粥店在店外挂上了写着热烈庆祝美国疫情祝小日本一帆风顺长长久久的横幅，引起轩然大波。疫情下的这种幸灾乐祸式的爱国情怀是如何产生的呢？清华大学前政治学系讲师吴强周一对本台分析，国民这种爱国心态是中国国内自小培养，特别是在这几个月的疫情之下，官方发起了不少的舆论战，甚至把病毒的起源归咎到美国军队头上，让民族主义成为了防疫工作的一部分。过去3个月当中也被当局一直在推波助澜，包括在舆论上的各种引导，包括在外宣内宣上的各种引导，这是作为所谓的防疫的一个组成部分，化解公众卫生或者缓解公众卫生的危机，给权者造成的统治的一个不稳定，或者实际上他们是通过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的话语来转移的，或者说来减压的。吴强表示，民族主义所引起的张玄东事件虽然说是开玩笑，但连同病毒源头未明以及接连出现的防疫用品质量问题，相信已经加剧了全球对于中国的不信任和怀疑。而除了仇外的爱国情怀闹出造假言论，中国本身在疫情之下也面对物质缺乏的问题，产生各种乱象。以测温枪为例，原本只是在医院使用，但在疫情之下，学校、餐厅、商店、小区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测温枪，于是测温枪就成了口罩以外民间疯抢的产品。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国内测温枪缺货、抬价、骗财等现象频生，更出现了各种三无产品品质成疑。广州居民欧先生对本台表示，在疫情之下，国内不少人发国难财，不只是测温枪，市面不时出现各种三无防疫用品。他曾经买过一小瓶酒精消毒液，虽然已经以高于平日价格的大概20块钱购买，但买回来的消毒液气味奇怪而且伤手。他直言，现在市面上买到的东西都很难让他放心。这个肯定有造假，假口罩、测温枪等，好像消毒液般，惨了，买了2瓶回来，根本就不是消毒液。我后期才发现为什么会伤手，而且漂白粉味道奇怪，很多人发国难财，胡乱来漂白粉也可以造成消毒液，但其实根本不是消毒液。我觉得我们国民的素质就是这样差。他批评最近多个国家收回中国制造的防疫用品，中国官方却只是以一句是个别老板的问题就了事，让他质疑政府的检测制度。中央人民电台记者吕希、文海星香港报道。武汉新冠肺炎正在肆虐全球之际，中国当局近日解除进藏隔离，引致更多的大陆游客、打工者和经商者陆续前往拉萨，令西藏民众担忧病毒再度入侵圣地。流亡西藏官员表示，一旦疫情爆发，拉萨恐怕会成为一座死城。请听特约记者丹真的报道。
西藏拉萨市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在3月23号发布紧急通知称，从3月24号起，低风险地区进藏者不再进行隔离，中风险地区进藏者隔离7天，高风险地区进藏者隔离14天。他讲了你接着往不及降落机的感谢我们拍网络也得是怎么。一位要求匿名的拉萨经商藏人日前向本台表示，从3月24号起，当局对所有划分为低风险区域的19个省份解除进藏隔离，对中高风险区域的8个省份只限制7到14天的进藏隔离。而在位于边境区域的西藏日喀则市，当局也宣布从3月22号起取消居家隔离、集中隔离。如此以来，成群结队进藏的游客和打工者中，谁敢保证没有确诊或复发病例？一旦出现检疫漏洞，导致疫情大范围传播，将会一发不可收拾。这势必将给本身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落后的西藏造成空前浩劫。该名经商藏人表示，中国当局将西藏恢复对外开放后，引起当地民众极度恐慌。他说，从2月29号起，当局恢复从西宁和兰州直达拉萨的列车，而从3月5号以来，拉萨市区的甜茶馆、冲塞康市场和包括商城等也陆续恢复营业，民众又开始散布成群出现在街头。3月9号，200多名建设所谓世界最高海拔之西藏大古水电站的大陆复工人员乘机抵达拉萨。3月26号，布达拉宫广场向游客恢复开放。自解除隔离后，陆续有大批来自大陆的游客、打工者和经商者进入拉萨，引起地方藏民极度恐慌。因为大陆武汉等多地的新冠肺炎患者痊愈出院后，再度出现复阳情况，大家担心新冠病毒将再度入侵雪域圣地的日光城。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秘书长索朗多吉上星期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谈及他作为拉萨人对于中国当局在西藏解除隔离措施的看法。中国政府最近就武汉肺炎的那个疫情还没有完全控制之前，已经封锁的几个城市开放内地的人到西藏旅游，特别是到拉萨去，这些官方媒体上报道的这样的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情况，为什么江西的警民就不让湖北的人进城？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疫情还没有完全控制。比如说中国第一个恢复的贵州的一所学校里面200多个学生群体发烧，这样的情况下还开放的话，那特别是哈萨如果突然有再次群体传染的话，那小小的哈萨一下就变成一个死城。因为哈萨从医疗的条件上面讲，从内地的其他省市讲比的话，从医院、医务人员、医疗器材等各方面根本就比不上大陆的其他的城市，所以呢，就这样开放的话，拉萨就变成一个死城，这是我非常非常担心的一个事情。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丹真的采访报道。在亚洲有广大观众的日本喜剧艺人志村健因为感染武汉肺炎3月29号经传病逝，除了引发日本国内的震惊，中国大陆以及台湾也一片惋惜之声。众多台湾志村迷震惊之余，有人批评志村健被中国害死，然而维基百科上志村治病的死因却遭篡改为台湾肺炎，意外引爆台日中三方网友的交战。请听本台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啊，気持ちい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来。这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喜剧泰斗志村健的声音。他在23号确诊武汉肺炎，29号宣告不治。他以搞笑的方式带给世人的快乐，这样的声音已经成为绝响。
志村健是日本演艺圈确诊武汉肺炎的首例，确诊一周就病逝，人生匆匆谢幕。粉丝惊觉志村离世不是搞笑，感叹健嗓，好想再听你喊一次大丈夫，大丈夫也就是日语没问题的意思。在中国的微博、微信，志村健病逝的消息也登上了热搜的排行榜，不少中国网民感到惋惜，有人留言说二号一路走好，喜欢的明星。台湾的东海大学日本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陈永峰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志村健的死拉开了中日两国欲求友好的距离。日本呢，已经很多艺人在说武汉肺炎夺走了他们国家的宝贝国宝，所以很恨这个肺炎。所以我在推测，说不定对于中国的喜好度可能会稍微再下降一点，虽然已经很低了哈。有日本网民就留言说，我讨厌武汉病毒，我讨厌中国，中国政府，志村健死掉就是因为你隐瞒资讯被中国间接杀死的。台湾志村迷也在脸书发出怒气，音乐人朱约信在脸书说，志村这笔账算在席包子头上。民进党及立法委员王定宇脸书指出，在台日粉丝同声哀悼时，居然发生中国网友将日本偶像的死甩锅到台湾的现象。王定宇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网络的维基百科，那有人去篡改他的死亡原因，把它写成台湾肺炎，那这很明显就是中共的五毛在那边造假。那台湾的网络就立刻就去把维基百科修改回来，修改成武汉肺炎，那因为这样推两方引起维基百科上的修改大乱战哈，包含把中华民国改成中国台湾省啊等等。留学日本的台湾学生林同学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认为，大陆网民的动作并不能动摇台日的关系。一定全世界都知道是武汉肺炎啊，学生很无聊，很脑残，骚扰而已吧。台日之间说关系好也好，哭不好也好，我觉得这也不是他们能够影响吧。志村健在志村大爆笑、怪叔叔、笨蛋殿下等电视节目诸多搞笑的形象，是许多台湾综艺天王模仿的对象。跨领域跨年代的台湾志村迷在脸书表达怀念，总统蔡英文就在脸书以中文和日文表示感谢他超越国境，带给台湾人许多欢笑与元气，相信即使在天国也会带给很多人欢笑。前外交部亚东关系协会会长、台北大学教授李嘉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志村因为武汉肺炎而死对日本人冲击太大，因为日本人一开始对武汉肺炎并没有那么紧张，而志村的影响力就像美空云雀，伴随日本战后最艰困一代成长。李嘉靖提到，日本从一个几乎要灭国、二战投降之后到今天经济成长，在世界上恢复强国，起伏非常大。日本的本性本来就是比较属于郁闷、保守，但是又充满一种所谓武士道的精神，就是集体主义，好好的为了这个整个一个国家民族，大家都可以奉献牺牲的一个民主个性啊。所以在这个个性之下，生活上本来就是比较郁闷的，虽然有时候很高兴，但是又不能很夸张的宣扬他自己快乐的一个心情了啊。所以志村他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呢，把日本人心中的那一块隐藏在内心里面的那种小确幸，能够好好的把它表现出来，就是日本人一个生活个性的一个写照。截至3月30号，日本确诊武汉肺炎2612人，死亡66人。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前海基会董事长忧心，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解放军军机曾经先后四次绕台，其中还一度越过了台海中线。当被问及是否担心区域间会有零星的冲突时，海基会前董事长洪其昌表示，他有相同的忧虑。他认为下半年还是会继续看到中国对台湾进行武吓。请听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前海基会董事长、台湾产经建研社理事长洪其昌在两岸政策协会举行的新冠疫情下的两岸关系座谈会中提到，在美中两个战略竞争情况下，他对于台海、东海、南海局势感到忧虑。不过洪其昌指出，东海方面日中之间有相当透明的机制管道在处理他们的海空问题，但是在南海、台海机制还没有建立。
洪其昌也列举，去年2019是台湾的选举年，但是在3月31以及4月15之后，北京的军事行动对台湾的武吓是暂缓下来。但是今年武汉已经爆发大规模疫情，中国大陆却从1月23日起发动规模不等的四次绕台行动。而美国的反应也非常明确，美国分别三次各以不同海空军形式在南海部分巡弋，维系它的航行自由。因此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风险的控管，两岸以及台海的和平，两岸关系台海的和平的危机的控管，就风险的控管的部分，我想在这一方面事实上双方都应该有责任。洪其昌进一步提出，今年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年，在18大三中全会确定下来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中国面对内部需要完成政绩的指标，这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政绩的指标。同时在19大报告里也提到，关于国防与军事现代化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他的建军的目标，相关的演训在疫情之下，它当然还是一样会继续执行。那所以我认为在未来的下半年，因为过去中国大陆在下半年的演习是会比较多。另一位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则提醒中国大陆应该了解，在中美关系中，中国大陆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但是在两岸关系中，他也不应该采取单边主义态度对待台湾。两岸关系其实也是全球化关系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中国大陆既然支持习近平主席，既然公开的好几次呼吁呢，要支持这个全球化的治理啊，全球化的这个趋势呢，就你支持全球化、维护全球化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接受现实。在台湾掌管两岸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周一在立法院证实，2月3号台湾的华航与对岸的东航执行武汉第二班包机时，台湾一度曾经想捐赠防护衣给中国大陆，请他们随着第一班的东航带回去了，可是他们认为说他作业不齐，因为他作业不齐，所以就没有收。陈明通说明，由于后续两岸包机协商需要讨论的事项繁多，所以捐赠防护衣给对岸一事也就没有再被提及。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欧洲各国如火如荼地对抗武汉肺炎疫情，对于中国透过疫情试图以医疗物资掠夺性地提供帮助其他抗疫国家来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的愤怒和警醒也与日俱增。英国首相甚至面临内阁压力，要求阻止与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就英国 5G 网络建设达成协议。法国国务秘书也认为，中国将向全球提供援助的行动工具化是不应该的行为。请听特约记者蔡玲发自巴黎的报道。英国《周日邮报》29号报道指出，目前被确诊武汉肺炎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对于中国处理疫情的方式感到愤怒，一旦疫情危机过后，将重新审视双边关系，并且可能采取相关的反制措施，包括将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排除在英国的 5G 基础建设之外。周日邮报指出，英国官员认为中国散布疫情的不实消息，英国的科学家们就中国现阶段只有81439个确诊人数发出警告，恐怕隐匿了至少15到40倍的确诊人数，还有中国政府放任散播美军是病毒源头的谣言。英国内阁大臣在相关邮件中还表示，英国不能袖手旁观，做事中国以隐匿疫情的态度来破坏世界经济，然后回头显现什么事都没有的态度。约翰逊面对内阁压力，要求阻止与中国的华为就英国 5G 网络建设达成协议。他们认为必须要对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加紧审核之外，任何与中国供应链相关的基础设备也都必须要进一步审慎查核。在法国，从总统马克龙到政府都开始警惕中国在援助欧洲国家抗疫的援助行动，
利用本国官媒以及国际渠道夸张渲染援助的行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意大利媒体访谈中就警告，不要被一些国家大规模宣扬援助意大利的描述毒害。马克龙说，人们说了许多有关中国和俄罗斯对意大利的援助，为什么一句不提法国和德国早就向意大利送去200万个口罩和保护服呢？马克龙表示，不能被国际上的一些合作者或竞争者毒害，相反的，应该要提醒欧盟在中国爆发疫情的时候给予援助，送去了56吨的医疗物资。法国欧洲事务国务秘书德蒙夏兰29号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中国和俄罗斯不应该工具化他们在武汉肺炎卫生危机中向其他国家提供的援助。他说，团结互助不应被工具化，有时用制作精美的图像对时事进行工具化宣传是很容易的。我正在谈的是中国、俄罗斯正在进行的表演，他们做了要做的事情，这很好，我感谢他们，但不应该落入统计、工具化和计算之中，那是不恰当的。我要对所有的人说，我们是团结互助的，仅此而已。中国官媒的夸张宣传引起了西方舆论的警惕，认为口罩外交是有图谋的慷慨政治，有趁人之危的嫌疑，要争夺地缘政治影响力。对于欧美多国提出应该警觉中国通过对外疫情援助顺带借机施加影响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30号的记者会上说，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在中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最困难时刻，国际社会给了我们宝贵的支持和帮助。有国家反映中国的抗疫物资品质出现问题，华春莹也说，实际上在中国刚开始抗击疫情的阶段，中方收到了一些国家给予的援助物资，当中也有一些不合格的，当时中方的选择是相信和尊重别国的善意。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琳巴黎报道。中国向亚洲、欧洲等多个国家输出医疗物资，但接连遭报品质低劣。由于中国政府也向加拿大运送了数万个口罩、手套和防护服等，加拿大政府强调，收到这批医疗物资后将进行严格的检验，绝不会置医疗人员的安全于风险中。请听特约记者柳飞的报道。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28号表示，中国刚寄出3万个医用口罩、1万套防护服、1万个护目镜和5万副手套给加拿大，稍后将再运送另一批 N95 口罩。但最近中国向世界多国发送的医疗物资陆续发现不合标准，例如荷兰政府向中国订购130万个口罩，因品质低劣，最终这130万个口罩只能废弃不用。记者质疑即将运抵的加拿大中国物资如何保证品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绝对会经过严格检测。Health Canada has very strong procedures for evaluating, for ensuring that what we get is up to the necessary standards.加拿大卫生部有很强的程序来评估我们所获得的物资信息，会确保是否达到必要标准，不会有任何漏洞。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医护人员安全，这样才能完成工作，确保国民安全。加拿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在这次新冠状病毒疫情中有出现变化吗？特鲁多仅说，面对全球大流行病，各国领导人需要搁置分歧，共同努力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加拿大籍的流行病学家，目前担任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的埃尔沃德，在接受香港电台访问时，对于记者提问关于世卫是否重新考虑接纳台湾入会时，他一度装作没听见，接着疑似切断视讯。重新接通后，记者再提问台湾，埃尔沃德顾左右而言他，称赞中国的防疫做得很好。全球台湾医卫总会加拿大负责人、担任加拿大护理系教授的邱丽莲说，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和埃尔沃德一向非常亲华，眼里只有政治利益，偏离了捍卫人类生命的理念。他就是跟那个唐德赛一样，都一直说那个
中国好啊，我们应该跟他学习啊，他是我们的救世主，他不断的在那边影响。邱丽莲说，世卫的确在日前举办的护理和牙医会议中都有邀请台湾专家与会，但仍希望世卫能允许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卫，这无关政治，是对全世界卫生安全有意义的事。阿尔沃德对台湾入会知无其词的事件曝光后，加拿大多位参众议员和加拿大前联邦卫生部长克莱门均推文赞扬台湾防疫成效，呼吁支持台湾加入世卫。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一月底也在国会上公开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会议，称这符合国际卫生界最佳利益。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新冠疫情继续在全球延烧，全球177个国际和地区确诊人数超过了70万，造成35000多人死亡。因为新冠病毒的影响，越南以及中亚各国日前宣布禁止粮食出口，中国作为粮食最大的进口国之一，令外界担心是否会出现粮荒。最近新冠疫情在全球扩散，加上非洲以及巴基斯坦等国被蝗虫侵蚀而造成粮食减产，很多国家纷纷停止粮食出口。作为世界最大的粮食消耗国和进口国之一，中国是否会遭到粮荒的问题受到外界的关注。据中国国家卫健委通报，河南省28号新增一例本土确诊病例。据悉，这则通报打破了河南连续30天无新增病例的记录。这名来自河南的病例是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台湾行政院前院长郝柏村星期一病逝，享年102岁。据台湾的联合报报道，郝柏村去年因为中风被送往内湖三军总医院，30号因器官衰竭下午2:47离世。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Listening to Radio Free Asia.